个美丽的海洋世界。世界的海底居住着一群活泼可爱的海洋宝宝们，每一位宝宝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嗓音和音乐天赋。对音乐热爱到极致的他们，在海洋妈妈的怀抱里快乐地遨游与歌唱，每天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在海中徜徉。偶尔，他们会相聚在一起，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狂欢。做的滔滔屋已经觊觎他们的嗓音多日，滔滔屋希望拿到他们美妙的声音研究黑暗力量，将这个世界的所有美妙的声音全部夺走。滔滔屋趁乱利用巫术偷走了海洋生物宝宝们的声音，失去歌声的海洋宝宝们日夜哭泣，悲不自胜。远方的小伙伴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十分的悲伤。
谢谢我们的 Real 王瑞，观众宝宝们、现场的海洋宝宝以及台下的粉丝宝宝们，大家晚上好不好啊？好，期待啊，欢迎回到我们的台上。大家好，我和二哥呢，今天作为海底精灵来到了这个舞台，虽然难以启齿，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的精灵公主。小芳又跟大家见面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精灵王子，也是你们的二哥，第一次作为主持人跟你们见面。Hello， 首先要感谢一下汪瑞和滴答来到现场给大家安慰和助力，要不要先跟现场的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呢？对，滴答先来吧。哎呀，他的麦没开。Hello， 大家好，我是滴答小龙月。来，瑞瑞。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二师兄 Rio Away。那 Dida 和瑞瑞要不要为我们接下来要登场的五位海洋宝宝来拉个票呢？
要啊，我先说一下投票方式吧，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第一种，下载芒果直播，找到你们喜欢的选手，支持他，点支持就可以加十个人气，然后可以送礼物，送免费花花。第二种方式，投票，喜欢不，编写你支持的选手的号码或者是名字发信，发送到10669588820，然后呢，你也有机会回复10216，也有机会可以参与到最后的抽奖。好久不说了，有点生涩。看来你有点不太熟啊，下去把这段再背一背。我要讲的这个呢，大家都很熟悉了。这个夏天就是大家扫到手软的蒙牛酸酸雨，扫码，扫蒙牛酸酸雨的背后的二维码，然后可以为你喜欢的超级女生投票 ，and 登录上海 FTV 网站，还有湖南 IPTV 的网站，然后为打开超级女生的投票界面，然后为你喜欢的超级女生投票，好吧？啊，非常好，那我们就谢谢两位，然后有请我们的五位海洋宝宝跟大家见面，好不好？来，那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好吗？来，我们另外五位，有请我们的五位宝宝，超级女生，哦。Hello， 各家的口号喊起来，让我听一下。本来我以为我在台上是最帅的，结果他们站上来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被比下去了呢。今天我和二哥作为海底精灵站在这里，就是为刚才五位海洋宝宝夺回属于你们自己的歌声的。对，在今天呢，我就要发挥我小太阳的本质呢，来帮助五位海洋宝宝夺回属于他们的美妙歌声。但是呢，我们都没有魔法，只能靠自己的本能。但看我手中的精灵宝典，会告诉你们五位怎么样来夺得自己的歌声，好吗？所以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五位宝宝来为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首先放言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2016超级女生03号方圆。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2016超级女生09号春九。欢迎春九，来，接下来小玉。Hello， 大家好，我是2016超级女生06号选手张小玉。好，接下来有请王晶晶。Hello， 大家好，我是2016超级女生16号王晶晶。哦，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塔塔 Rita。Hello， 大家好，我是2016超级女生 Rita 黄世元。好了，打过招呼之后，刻不容缓，我们马上来打倒滔滔屋，然后拯救我们的歌声，好不好？首先进行我们的第一个游戏，抢帽子。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每位海洋宝宝呢，必须求助一名台下的粉丝来进行游戏。在规定的区域内，粉丝要背起各自的海洋宝宝，海洋宝宝要努力抢到其他海洋宝宝头上的帽子，并且用时最短的就可以获胜。听起来好像在自相残杀，对不对？但是其实呢，这是我们混淆滔滔屋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根据道具上台来，麻烦让一下，好吧？来，我们大家站过来。获胜的海洋宝宝呢，就可以解除封印，恢复歌声，同时还可以解救一位小伙伴。好，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粉丝宝宝，也就是海洋宝宝们的虾兵蟹将们上场。对，来，有请我们的粉丝宝宝上场。最后一名会有惩罚，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哦。好了，所以大家现在就开始准备吧。来，规定的区域呢，就是现在台上可以看到铺的这块板，哦，已经背起来了呢，小芳，你看。来，让我们各家首先进入区域内，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知道你们背到自己喜欢的 idol 特别的激动，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只可以在这个区域。不要把他背跑了，我好怕一回头你们把粉丝宝宝已经把他们的 idol 已经拐走了。不许往台下背啊，只能在规定的区域内一对一对的进入，好吗？不往台下背，对，就是抢你们头上的帽子。来，大家背起你们的帽子，如果背
现在可以到我们的规定区域内，好吗？来，粉丝宝宝一个一个进入。首先是我们塔塔车，他的粉丝宝宝已经到了我们的规定区域内。我们可以先站进来再背，站进来再背，好吗？对，站进来吧，把这个踩下去。好的，九九这边可以吗？我的是裙子，你是裙子，不然换个头，要不换一个更瘦一点点的粉丝宝宝上来替我好不好？因为不然的话，这个裙子这个长度你知道有点尴尬。哎，那个宝宝上来替一下我可以吗？你还好，你底下有条裤子，我哦。哦，那你怎么了？我背他吧，要不那小女孩你把你裤子脱了给他来。我胖，不行，我自己。主要是刚刚试了一下，就是我们互相之间可能都不属于那种可以背得起对方。要不我们换个粉丝宝宝上来吧。好，春九的粉丝已经迫不及待冲上来了。这个，我们问一下其他另外四位选手同不同意这个事情，好不好？不同意。或者是我换一个？哎，你挺会选的啊。还有更，哎，有没有灵活的小红？对。我觉得我们选一个比较适中的方式，比较适中的方式，对，来大家综合一下，综合一下。一般我不可能，要不就这样，要不就咱俩。啊，我背不住。要不这样吧，九九。我背你吧，你背他嘛。九九，要不这样，你背小一点的这个粉丝宝宝，然后你可以吗？我可以啊，你可以。这个宝宝，我不是说你大啊，我是说你家庭条件比较好。啊，对，这个家庭养的比较好。好，那我们准备准备，游戏就准备开始，好不好？这边下去，谢谢，注意安全。好，来，帽子给他，对吧？对对对，把帽子给粉丝宝宝戴上。就是你们头上这个帽子，第一个被抢掉的就淘汰出局了。就我们一会儿就会接受惩罚。对。但是我要提醒一句，在游戏进行当中，虽然比赛很激烈，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好吧？是的。能动手的尽量就不要说话。对。能动手咱就不动口。好，来，一个一个先从精英家开始。全部站到里面来，全部站到里面来，上马。哦啊，来，小玉来。哎，可以站在这里再背。来，进来吧九九，进来吧九九，节约点体力啊。大家一定只能在规定区域内啊。一起来啊。对，一起五个同时。五组同时。我要叫一二三的，你不要欺负我小玉姐姐好吧。二哥，你到底是谁的弟弟啊？我怎么觉得有点变了呢？爱你么么哒。好，大家都站到规定区域啊，注意安全。然后叫一二三就开始了，小胖来吧。大家听我的口令好吧？来，三、二、一，开始。哎呦哎呦，哎，已经有人被抓到了。对，哎，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仔细看了一下，方圆家宝宝被取下来了之后，是九九们家宝宝，然后是小玉家宝宝。现在进入角逐的是，比赛很焦灼呀！第一名是谁家的？晶晶家已经属于方圆啊！好，比赛结束，我们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 Rita 黄希元。那啊，粉丝宝宝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很遗憾的就是呢，我们第一个被摘掉帽子的是我们的方圆家的宝宝，所以他们要接受惩罚。干嘛？怎么是绿色的吗？干嘛？哎，小芳，惩罚是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惩罚。圆儿啊，既然这个最后一名是你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惩罚吧，他就可以稍微有爱一点，你觉得呢？是吗？要不你就去粉丝区挑一个粉丝，然后跟他一起做鬼脸。用我们的双镜头长续航 2K 屏助力超女脱颖而出的荣耀 V8 手机合个影，好不好？好好好，这也没有问题。如果你愿意发微博的话，晚上我会给你点赞哦。对，好，等着你的赞。你要挑哪位粉丝宝宝，还是就是台上这一位？都行，大家觉得我都可以。来，我给你拿着。做鬼脸啊！来，这个时候我们的摄像大哥一定要给他特写，特别大的特写，要特别鬼才行哦。看我们手机画质特别的好，这不是在卖萌吗？一定要特别鬼才行，好吗？旁边这位粉丝宝宝太可爱了。来，三二一，拍完了吗？好了，我检查一下。好了，欢迎各位晚上到方圆的微博去点赞，赞赞赞赞。好，现在恭喜我们的 Rita 黄希元
使用他的洪荒之力拿回了他美妙的歌声，然后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精彩的表演。可是 Rita， 你还有一个机会可以解救一位同伴的歌声，你想解救谁的？哦，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解救张小玉吧，解救张小玉的是吗？好，那我们先谢谢粉丝宝宝们上台，辛苦了，谢谢。来，获得歌声这么不容易，那我们接下来马上有请 Rita 黄心源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好吗？主要是我们刚刚那个粉丝宝宝太厉害了，他是学体育的。She knows that I'm a wolfish, cause they call it the end of
的生活我失败了 get away get away Johnny Hey do you have some to pull out the how we ever alone Cause I know I'm a drunken storm So you better run away run away baby 既然 I'm trying to hurt you bab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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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wanna walk you baby Yeah yeah See I'm trying to hurt you bab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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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wanna walk you baby Yeah just yeah 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run you better run away run away baby Before I put my spell at your wall You better get away get away Johnny Hey say you have to谢谢。好，重获歌声的感觉是不是很棒啊，小鱼？太棒了。好，谢谢我们的 Rita 黄轩以及我们的小鱼为大家带来的美妙的歌曲，谢谢。再次有请我们的五位超级女生来。我们刚刚解救了两位海洋宝宝，接下来呢，你打败滔滔屋又进了一步，所以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游戏是叫《拯救歌声大作战之我说你做的游戏》了，你看我台本干嘛？好，接下来这一轮的游戏规则呢，同样也需要我们的粉丝宝宝，也就是我们的虾兵蟹将，而且需要三个，所以你们要选择三名粉丝来进行游戏，根据我们发出来的指令相互配合并且完成动作，用时最长的宝宝淘汰，剩下四组继续进行，以此类推，留到最后的宝宝就可以获得解封歌声，然后还可以解救一位宝宝，所以在这一轮也有两个人可以解除封印。当然最先淘汰的选手和上一轮一样，也是要接受我们残酷的惩罚。这一轮这个惩罚啊，我都有点不忍心说出来。什么惩罚？就是要用脸去捅破保鲜膜。用脸捅破保鲜膜。这站在台上这五位可都是特别特别特别有偶像抱负的人啊。二哥，你们说谁？按照我们平时的了解，谁的偶像包袱是最重的？对，所以呢，我就想看看小芳先试试，帮大家试试那个保鲜膜好不好捅破。我一个白眼，冷漠，我就怕保鲜膜到时候只剩下两个假睫毛，保鲜膜没有破，留下两副假睫毛。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粉丝上场。好，有请我们五位的粉丝宝宝们上场。辛苦啦！你说你们上场咋这么不激动呢？你们看你们喜欢的。哎呦，慢点，注意那儿有个坎儿啊！来，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是小鱼的粉丝啊。来，大家哎，排排站好啊！来了一个战队，排排站好。我还以为他要我呢，结果还是转投了别人的怀抱。我要你，没事，下去。有的是要抱你。好了，接下来就要稍微分开一点吧，我们还是对，然后这个游戏就是刚刚小芳已经说了，对，所以就听我的指令，然后大家来做动作好不好？第一个题目听好了啊，我们需要四个人，一只手两个后背，一只手两个后背，对，然后用时最长的那一个队就会被直接来啊，开始了，快点，一只手两个后背，四个人就一只手两个后背在地上，赶快啊，用时最慢的队伍就要被淘汰，想想你们的脸啊，要捅破保鲜膜，快点，一只手，这个场面好混乱 ，OK 了吗？九九这儿 OK 了吗？现在已经有几个队已经躺下了，让我来看看，但是你的腿在地上啊。好了，你这是咋？哦，好。好了的队伍要示意，示意一下啊，举手。好，金金这好了，完成。这边的好了吗？这边也好了 ，Rita 这也好了，方圆这也好了。OK 了。哎，圆儿，可以了，你们仨上来呀。九九这也好了。一只手，这是两只手，快再放一只手。我们可以了。你们仨可以了，我说了可以了呀，下来。小鱼姐姐，你被淘汰了，你知道吗？哎，有没有？用时太晚了。哎，主持人，有没有人
理一下我。Oh my god！ 他说我们可以，你可以了呀，我早就说了你可以了，好吗？我怎么又失望了呀？这个年纪大了，耳朵也是有点背了。我怎么又失望了？你因为你们真的好慢，他们好快的。谁说的？但是他耳背，你们也耳背了。我学 idol 哈，没办法了。哎，作为一个公正的裁判，我们要接着往下玩。作为一个公正的裁判，我必须要说，刚刚明明是一只手两个后背，方圆这边莫名多了两个膝盖，所以，所以最后一名应该、就是、应该是我们的方圆宝宝。好，虽然我们是莫名取得了胜利，相爱相杀，不如一起捅好吗？好啊，一起捅。好了，好了，那我们暂时我们先到旁边休息一下。暂时休息一下，方圆，我们开始下一轮。来，我们一起来看剩下你不用，剩下的四位宝宝，我们接着来第二轮好吗？现在注意听题，注意听啊，耳背的啊。第二个题目是：地上只有一个头、两个脚、一只手。一个头，这个出题的人也是 miss it all。导演组微博能不能分享出来？今天晚上可能要私信轰炸了。好想让导演组上来试一试，这个一个头是什么鬼？一个头，两个脚，一只手。一个头，我的天哪，一个头，这个实在是。这个一个头是什么鬼？我都为你们感到着急，但是没练过点舞蹈，可能还没有办法一个头顶。一只手，对。我帮大家摸一下这个。对，只有一只手。哦，すごいですね。那个旁边的，其实这个舞台还蛮软的。我们好了。一个头，两个脚。等，马上收一下。来，再把那只手收起来。一个头。哎。哦。要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吧。但是其实可以算成功的。来，快，小芳来看一下，金姐这儿。刚坚持，我看到。一、二、一个头，一只手，四只脚。你们有四只脚啊？怎么有四只脚？赶快抬起一只脚。你们有四只脚啊？一人抬起一只脚，可以。一人抬起一只脚，赶快。算成功了，算成功了。OK。这边来，一二三，抬起一只脚。一个头呢？一个。啊。哎，九只这儿可以了哎。好，所以刚刚这一轮最后完成的是谁？所以最后完成的是谁？我也不知道是谁，因为这个游戏呢，说到底大家都没有完成。对，其实太难了，这个游戏真的太难了。那我们就这样好了，我们直接跳到下一个游戏，然后咱们四个都留下。对，我们四个都留下，再进行下一轮 PK 好不好？你们想想。你们也不用捅保鲜膜，对不对？捅保鲜膜的人在这儿呢，哎。因为你们都太厉害了，太聪明了，好吧？是。那我们直接开始第三个题目啊。第三个题目是。来，大家可以分开一点。哎呀，不要这么，你们都是对手，现在这么相亲相爱。下一个题目是一个屁股，一个肚子，两个头。一个肚子，一个屁股，一个屁股，一个肚子，两个头。两个头。节目组你上来，导演组出题。导演组上来好吗？你一个肚子，你在这儿一个肚子试试看。一个屁股，一个肚子，两个头。一个屁股，一个肚子，两个头。还有一个头。一个屁股，一个肚子，两个头。好了的就示意我。但是这还有两个人呢。哎，我们好嘞。好了的人吗？有吗？这儿吗？哇，瑞塔这儿好了。好，瑞塔这儿好了。好，瑞塔家的好了。下一个，快点，那边都骑上了，二哥，你看。哎呀，好，九九这儿也好了。啊，九九也过了，接下来是晶晶和小玉。Oh my god！ 但是你们这儿多了这么多只脚啊，你那儿两只脚，你这头是有了。一个屁股，一个肚子，多了两膝盖啊，两个肚子在地上呢。小玉姐姐，你虽然是我姐，我也不能这样啊，是吧？这儿好了没？这边好了，这边好了，听这边好了，这边好了。小玉姐姐，对，这边好像还少用了一个，完成了超额完成任务，对吗？是的，超额完成。所以小玉姐姐实在没有办法。
好，小玉，这一轮你就暂时在旁边等待一下，我们进行下一轮。可以和我一起那个弄保鲜膜。你可以邀请他一下，你看。你看看小玉姐姐。你问小玉愿不愿意跟你一起捅破保鲜膜。会不会愿意跟你一起？哎，不如我们改一下嘛，最后淘汰的两个人一起捅破保鲜膜，就是小玉和方圆一起捅破。你这样临时改赛制，我拒绝。没有，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是跟我们导演组学的临时改赛制，对，你知道吧？你忘了我那一期吗？好了，比了个 OK。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开始下一轮，好不好？下一个来。好，小玉先到旁边暂时休息一下，三位粉丝宝宝也辛苦了。可以稍微站得开一点，不然。很混乱，我都分不清哪个队是哪个队了。这个题目真的越来越残忍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啊、第四个题是，一个后背，两个膝盖。一个后背，两个膝盖。只要一个后背，两个膝盖。每个人有两个膝盖。什么鬼？不要变成了四个膝盖。一个后背，两个膝盖。哇。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好，瑞塔可以了。瑞塔这边可以了。瑞塔可以了。哎，晶晶这边也行了，我好了，晶晶这边也行了，那我们放心。然后好了，九九这边要再尝试一下吗？嗯，你们智商都挺高的，就第三吧。好的，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确实非常累，都是全是汗啊。稍微站到旁边休息一下，我们再开始最后一轮冠亚军争夺赛啊。最后一轮，只有晶晶和Rita是要蝉联冠军，还是要被晶晶打败呢？接下来。最后一个，最后一道题目，听好了啊！来，我们只要春九，来，我们站到后面休息一下。两根手指，两个膝盖，两只脚。告辞。我姐跟我说告辞了。两根手指，两个膝盖，两只脚。两根手指。五。两根手指。两个膝盖，两根手指啊！两根。这边几根手指两根哦。两根手指，来，二哥，你看晶晶这边，我看这边，看两根手指。哦，晶晶这边好了，多了，多了，多一个，多一个，多一个。这边多了好多只脚，多一个，多一个，多一个膝盖。你别威胁我，多一个就是多一个。你看，还是有膝盖。赵运他呼了。这个实在是太难了。这个实在是太难了。但是也考验粉丝宝宝和 idol 之间的默契。对，还有团结。看粉丝宝宝为了 idol 什么都愿意。加油加油！哇哇，晶晶这边这次真的好了，晶晶这边好了。晶晶那边已经好了吗？对，已经好了。其实我们只能坚持三秒钟。其实 Rita 这边差一点点就好了。Rita 这边差一点点，差一根手指头的距离。对。也已经相当不错了，相当不错。辛苦了，辛苦了。恭喜王晶晶获得了冠军。好了，那很遗憾，我们的方圆宝宝呢就要接受我们的惩罚，用脸来捅破保鲜膜。来，首先请工作人员拿保鲜膜上来。把这个有用吗？两层，一层，还有一张。拿了两个是另外一个四位教材玉准备的是吗？这一个是小玉，哦，对对对，那个保鲜膜。不好意思，我们导演组又临时跳了赛制啊，对，临时改赛制，来来来，不能，来，我们圆儿和小玉站到台中，来来来，麻烦你们两位要表演这个胸口碎大石的朋友站在台中间，谢谢。来，中间的摄像老师一定不要放过这个特写，来，两位，小玉姐姐，你最棒，啊，加油，加油，圆儿，我爱你，你知道的，姐妹情深啊，相爱相杀。我们还是对着摄像机筒，好不好？对，对着摄像机筒，对着摄像机筒，对着摄像机筒，对，不然那个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好，我来倒数个一。哪边好捅哪边捅。好了，反正都是要捅的，就别商量了，好吧？对呀。一定要用脸。用脚还用你捅呢？不不。不行，来来来，咱们就不来来来，不要，我们对着这台机器，来来来，好不好？很快是惩罚，对着这台机器，啊，没得商量。我数个三二一就开始啊，三二一，圆儿对着前面。哦，你真棒，宝宝啊！就这样结束了？就这么？就这样，就这样，啊，完事了，结束了，完事了，完事了，来，大家来一点鼓励的掌声。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太厉害了。好了，然后。恭喜老晶晶刚刚获得了胜利，拿回了自己的歌声，可以继续为我们带来美妙的歌曲。
那你想解救哪一位？晶晶有谁想解救的吗？圆儿姐。圆儿姐啊。好，让我从涛涛屋那里夺回来，是晶晶的摇滚嗓，这浮夸的演技。好，还有方圆的海豚音。OK， 来。那就有请我们的王晶晶。以方圆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掌声鼓励。谢谢大家，大家下去休息一下。Thank you.
谢谢我们两位宝宝的演唱。然后经过了三轮的大作战呢，海洋宝宝们已经有四个人拿回了自己的歌声。让我们继续请上我们的所有的选手。来，另外四位呢？另外四位海洋宝宝去哪里了？啊，这样吧，我们先让我们的圈九宝宝上来。好。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位宝宝没有解禁，所以我们要放大招了，对不对？对，因为还有一位海洋宝宝的声音没有被解禁，所以接下来我们接下来我们放大招。每位海洋宝宝会有两分钟的拉票时间，我们会根据这两分钟内海洋宝宝增长的人气来判断胜负的情况。当然这段时间内呢，人气增长最高的宝宝就会获得解救歌声的权利，所以要靠大家喽。你看我们的圈九已经穿上了美美的女仆装，哇，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来跟大家说一下。哥帮我拿。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然后我今天的拉票方式是穿着这个衣服，然后给大家做饭，给粉丝宝宝做饭团吃，做饭团。你想吃？那既然圈九的粉丝宝宝给方圆吃，圈九的粉丝宝宝们想不想吃圈九亲手做的饭团？那既然这样，我们就由圈九第一个开始，好不好？对，好，开始他的两分钟拉票时间。来，我们现场计时开始。啊，时间计时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们计时的秒表走得有点慢，不着急啊。不着急，你看这个手套可能手套戴上差不多就结束了。这手套可能就要戴两分钟。就是抓一把。完了完了。来来，我给你拿这个。有空抓了。啊，这要两个手机啊。把两只手都戴手套才行啊。来。不然怎么问啊？一直问。对，我们好，你们看大屏幕上已经有了我们九九的直播间。来，圆圆，我们可能稍微把话筒递给我们九九一下，好吧？九九，哇，你这个做饭团可能要撒很多哦。对，我怕太大，他们会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没有关系的，没事没事，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哇，你看你看，已经有人开始送金话筒嘞！哇，已经有人开始送礼物了！哇，好多鸡蛋，赶快加油！哦哦哦哦，圆圆已经开始吃了，你们也想吃吗？想吃吗？还可以，还可以，你就不能说好吃吗？现在九九要下去了，九九的饭团已经在路上了。二哥跟下去。好的好的好的，跟拍摄像对吧？九九你要去哪里呀？二哥要跟不上你了。哎呀！哦，你看，你看，一直有人在送呢。这待遇太好了。礼物一直都在刷，哇塞！粉丝宝宝要继续加油了。哦，一直怎么汪星人的在给我们九九送猫猫呢？你看，你看，快喂粉丝宝宝吃饭团。就在下面的风景就是不一样啊。哇，吃了好吃的饭团之后，我也好想吃啊，是不是要喝我们的六种乳酸菌发酵不添加防腐剂和色素零脂肪才够畅的蒙牛酸酸乳够畅呢？搭配起来更好哦，更美味哦。哇，好幸福啊，粉丝在吃了饭团之后是不是应该刷得更猛烈一点呢？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简直是超级粉丝福利，我们再留十秒钟的时间走回台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哇，礼物刷得太棒了，谢谢粉丝宝宝，也要辛苦了我们的九九和方圆。好，圈九的两分钟拉票结束了，接下来来 Rita 站到我的旁边来。大家还记得在大明湖畔卸妆的 Rita 吗？我什么时候卸妆？你忘了吗？我亲手给你卸的妆，好像是哦，对，好像卸了个鼻、嘴，就是用的我们眼好不藏美到飞起来的幻影卸妆水，卸的妆，然后卸了一下眼鼻嘴，对。那接下来的两分钟拉票，你想要做一些什么呢？我们不是还有一位选手不在吗？是这样的吗？是呀。啊，你要把这个幻影卸妆水，这是你用过的那瓶吗？
对，这是我之前用过的那瓶花印卸妆水。 你不觉得花印卸妆水搭配我们的佳洁士敢做敢闪耀炫白白白白有一套，买佳洁士为超女加油的佳洁士牙膏会更好用吗？好，是的，那我们要不然给二哥边卸妆边刷牙好吗？好，现在我们旁边的大屏幕已经投到了 Rita 的直播间。哎呦，蛋黄宝宝们赶快加油。为什么头发分叉？哇，礼物一直没有停，你看。好的，谢谢我们的金主大大，也要谢谢我们的粉丝宝宝啊！谢谢。好，接下来两分钟投，两分钟拉票时间开始。哎，我们不是要请出我们的拉票宝宝吗？还有一个拉票宝宝，你自己 Q 啊！金文星，杀出来！所以你要邀请金文星跟你一起拉票是吗？Rita宝宝有助力。可能这两分钟的拉票时间就都耗在等他上面了。他不会去，所以他不所以他不愿意上来。你自己有什么想跟蛋黄宝宝们说的吗？他不出来了吗？你能不能先哦，我们家的蛋黄宝宝们穿鞋，然后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还有一直以来对我投的人气，然后每一次都特别特别辛苦的来看我现场比赛跟线下拉票会，然后有你们在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希望我自己能够以最大的能力坚持下去，唱好每一首歌，坚持站上这个舞台。好，谢谢你们。好，谢谢我们的Rita，也谢谢我们的粉丝宝宝们。哦，那Rita今天既然把这一瓶花印卸妆水拿上来，是不是要把它送给我们台下的粉丝宝宝呢？是的，来，这样我帮你拿到直播，然后你把它签来，现场签一个名好吗？哇，谁想得到这瓶花印卸妆水呢？记得拿回家一定要搭配我们炫白白白白的佳洁士牙膏用哦。要不你送下去的时候顺便帮粉丝卸个妆吧。我也觉得这名粉丝从此就脱黑脱粉成为黑粉了，怎么办？你们谁想卸妆的？来下去吧，我可大力了。哎呀，拿这个来，嗯，谢谢。来，两分钟时间有限，赶快用跑的吧，加快步伐，你慢点儿。好了，现在我们的瑞塔到了我们的粉丝区域。来，我看谁化妆了啊？你们都不要啊，赶快，我们的两分钟时间是有限的。来，妈妈，来，爸爸。啊，可以看到直播，你可以看到我们Rita的爸爸妈妈都来了，然后他把这瓶卸妆水送给了他的妈妈。妈妈回去好好卸妆啊。好，谢谢Rita。哇，Rita直播间的礼物一直没有断过。谢谢粉丝宝宝。谢谢。来 Rita 的结束了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小玉来站在这中间。你的这个两分钟拉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今天这个拉票呢，然后我会需要我下去吗？为啥呀？为啥？你说为啥？我还没说完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想听到。接下来我会唱一首歌《迷迭香》，然后但这首歌呢，我要和一个人合唱。这个人是？你们猜是谁？既然旁边那个都说要下去了，那很有可能就是二嫂，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二嫂。好，让我们有请吉他强东岳。好嘞，有请二哥的二嫂强东岳来为张小玉一起唱首歌。小玉的手机在哪里？我们就请其他的几位宝宝，我们暂时到旁边休息一下。好。我把小玉的直播手机拿上来，好不好？好的，你在旁边帮他直播就可以了。你的一切都想要
谢谢主持人要下岗啦，谢谢。来，心碎的离开。好，谢谢你的直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方圆进行他的两分钟拉票时间。来，方圆。好，谢谢小玉，谢谢我们的滴答。下来，走。伤心太平洋。好，有请我们的方圆宝宝。来，圆儿，快过来。你拿着你的直播上来啦。来，站到我的旁边。这两分钟想要干一些什么呢？我因为今天是海豚宝宝嘛，然后海豚的声音很美妙，所以说海豚音，所以你今天要不不不，哦这样子，不要先 cue 我，所以你要带来海豚音吗？今天不是海豚音了，就是一首海豹音，对海豹音，海豹音，对 okay, 这样子，唱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歌，也是献给我元宝的歌。好，让我们你是说我吗，元宝？嗯，让我们掌声有请方圆来进行他的两分钟拉票。掌声，你不用走了，你过来。好，那我走了，好吧？也不，你别走。呜、哦，别墅刷起来呢，快唱起来吧！居然看到别墅了。在哪里？元宝呢？好，谢谢。我们元宝真的超给力。谢谢。嗯，在这美妙的歌声当中，直播间的别墅没有停过啊。哦。看来大家家庭条件都还是不错的嘛。真的有好多好多别墅，我眼睛都花了。所以家庭条件太好说。所以圆圆有什么想跟你的元宝说的吗？其实我的元宝就是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元宝，但我也不是经常在说这件事情。我会经常发微博，然后发各种。就是比心啊，然后各种对示爱元宝的话，然后其实我的粉丝组成方式呢特别的复杂，就是有很多是跟了我很多很多年的粉丝，是我的老粉丝，还有一群是九年，还有一群是来到超级女生之后然后才认识我的粉丝，还有一群是之前认识我后来忘了，然后来到超级女生又想起我的粉丝，之前认识又忘了，对吧？对对对。然后我还有很多粉丝是年纪稍微比较长者，对，然后他们会愿意为了我然后花很多钱就是来给我刷礼物，就像现在看到，宠爱你，对吧？对呀。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感谢元宝们，希望比赛赶紧结束，然后这样大家也可以更加的有休息时间了吧，因为大家都很累。在圆儿说话这段时间别墅一直没有停过，真的是谢谢了各位粉丝宝宝们，谢谢也谢谢我们的方圆，谢谢方圆，谢谢、接下来呢需要邀请最后一位，邀请我们王晶晶，老晶晶上来吧，晶晶来进行他的两分钟拉票。你们都知道我们晶晶呢，好，我们晶晶面部表情非常的丰富啊。是的，接下来所以你们有什么大事吗？所以接下来我就准备和小芳一起考一考我们晶晶面部表情，别样的方式。老姐，我总感觉没有什么好事发生。有你弟弟在，你怕个啥呀？哎，来吧，
今天能不能听我的？听您说。就是我和小峰呢，准备给你出点题，然后你根据我们说的东西来做个表情，好吧？好，你能拿直播对着你自己吗？对，我也是这样想。快看看尹相杰，我要下去了。好了，别 Q 人家了，好吧？来，我们来说啊，就是有这股劲儿，这个表情怎么做？要凉快，真有这股劲儿，真有这股劲儿，活动的表情包，这是表情包也活了，真有这股劲儿。你就是移动的表情包呗，生无可恋的表情应该是怎样？这已经生无可恋了，对吧？对啊、好了，看直播的宝宝们准备截图了啊，下一个辣眼睛，是吧？现场的相机们都准备好啊，是辣眼睛。嗯，来，我想你给我撒个娇。啊，你改不改？好腻歪啊！他太棒了，哎呀！接下来，别想套路我。那看我干啥？这说的好像是我套路你似的。对，我得有个对象，对吧，尹相杰？好，看前面，看前面。那来对那个摄像机做一个冷漠脸。对。你这就是三秒钟，帅不过三秒。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直播间礼物也是一直没有断过。帅不过三秒是什么意思啊？帅不过三秒就是你这样的。哦，对。然后你开心就好，应该是怎样呢？你开心就好。最后我来个觉得吧，翻个白眼吧，姐。史上最好 Q 的我，对吧？对，史上最好 Q 的王晶晶。啊，你也想对我们的金粉们说呢？其实跟你们说了很多了，对吧？然后。但是你们还是很想听，对吧？嗯，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就是用不知道用多少个谢谢才能不能给我换个抒情点的音乐？你动词大词咋说呀？换曲。他是想让你来段 B-box。其实跟你们说了很多次谢谢，然后其实都就是都动就是。怎么说呢，我有点词汇量有点少，就是那叫词穷姐。对，就是跟你们说再多谢谢也满足不了我对你们的心。我知道大家最近很累也疲倦了，但是没关系，我都知道，我知道你们爱我，只不过你们最近有点累了是吗？那就我给你们动力，然后还有一两周了吧，可能一周，可能两周，我也不知道。希望以后就算比完赛了，我们还是要经常见面，我们可能也见不了多少次了，是不是？然后谢谢你们来看我，每一个拉票会每一站的宝宝们，谢谢你们来接机。这么热的天，我觉得反正这么热的天，如果是我肯定不会去看一个人。这就是他们对你的爱呀，是吧？对，我看到直播间所有的金粉们都在说我们不累。对，接下来呢，我就想再给大家讲一句我们晶晶的应援口号啊，这是他自己想的，好吧？叫“王者绝非偶然，实力成就经典”。掌声。掌声，掌声送给王晶晶，也送给所有的粉丝宝宝们，你们也辛苦了。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们很累了就休息，不要啊。这句话我来帮粉丝宝宝们说好不好？他们看到你就不累了。我知道。我知道。好的，这个人就叫正经不过三秒。谢谢晶晶，我们的晶晶的两分钟拉票也结束了。其实你们二哥，你看，其实五个人他们的。对，五个人他们的直播间的那个礼物都没有停过，断过。但是刚才呢，我们那个方圆宝宝的那个直播间啊，别墅一直在刷，所以呢，这一轮来说，根据我们的一分钟拉票涨幅来说，还是我们的方圆宝宝获得了胜利。来，有请我们的方圆，有请我们的方圆宝宝以及我们另外的三位宝宝到我们的台上，赶快赶快，步伐快起来，跟着节奏走起来。哎呦，我感觉我要好嗨了，这是。对，我总觉得你。令人我饮酒醉。来，你好，人气王，就在这一瞬间，你夺得了人气王的称号，你有什么想说的？真的谢谢你，小峰，给大家哭一个。好了，喝一个。好，我们刚刚那一趴呢，就是我们的方圆得到了我们的
冠军，所以那圆儿，好、哦，你刚才已经解除封印了、嗯，现在你有什么？你要把这个机会，还是你要救解救一位同伴？当然要救九九啊！嗯啊，嗯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哎，对对对，接下来呢？淘淘屋只剩下最后一块板了，接下来就要小芳残忍地从淘淘屋身上撕下这块板。怎么这么给自己加戏呢？好，恭喜我们的五位宝宝已经战胜了淘淘屋，然后接下来就要由我们的春九为大家带来美妙的歌声，好不好？掌声在哪里？掌声。也请四位宝宝暂时下去休息一下，一会儿再与你们见面。请特邀助阵嘉宾小蚊子金文星为大家带来歌曲。Oh.
果然是金文星，温暖人心。那个芳芳跟二哥，给我一点时间跟我们的 Rita 道个歉。好，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Rita 不会生气的。塔妹在哪里呢？现在？塔妹在旁边生闷气，画圈圈。好，因为刚刚他听说他在台上喊了我。对。然而我在后台上厕所。没关系，你可以在这里。这个还挺顺口的。再帮他拉个票，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不仅帮他，也请小蚊子再打个招呼，然后再给我们的超女们拉个票，好不好？先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的各家的粉丝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金文星，然后今天是过来给我们的五强选手拉票的。倒是拉呀，倒是拉呀，就说一句这个，我才从厕所出来呢。哦，好的，这个，好吧，那就是我本来是跟 Rita 拉票的嘛，然后对，那你现在帮他拉个票也可以。听说他刚刚喊了我好几次，我没有上来，有点对不起他。然后呢，所以为了弥补这个过错，我让我们家的幸运星宝宝们一起来喊一喊Rita 的口号，好不好？都会喊吧，应该都很熟吧，一起来吧，好吗？是不是？来。Rita 黄希元，加油加油加油！好好，谢谢谢谢。好的，也谢谢我们的小蚊子。谢谢，没关系，塔塔会原谅你的，毕竟人有三级嘛。对对对。好的，谢谢我们的蚊子。经过三轮的作战呢，我们的五位海洋宝宝呢已经打败了我们的滔滔屋，然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歌声。此时此刻是多么值得可喜可贺的时刻呀，因为你们又可以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在一起，快快乐乐唱自己想唱的歌。接下来就由我们所有的超级女生回到舞台上，好不好？是的，接下来进入煽情的时刻了，也请我们所有的超级女生啊来。自从超级女声进入二十强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参加了不下30场总决赛和演唱会，去过20多个城市拉票，其中的辛苦我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但是这个过程不管怎么辛苦，比赛的过程无论谁走谁留，我们大家都是在一起来经历的。是的，今天是珠海长隆海洋王国，这一站呢是我们超级女声最后一次在一个城市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感谢粉丝，与粉丝一起玩游戏，也是给粉丝唱歌听。我觉得音频老师其实可以换一个抒情一点的音乐。对，没错，我们这一趴可能会有点煽情。对，很煽情。我相信这一路走来，大家更重要的就是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也相信你们每一个人肯定有很多话想对旁边此时此刻站在你们身边陪伴你们这么久的小伙伴说。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你们有什么想要吐槽的呀、不舍的呀、叮嘱的呀，想要跟你们旁边的小伙伴说，就跟他们说。那首先就从我身边的圆儿开始，来。那我们这样让圆儿再准备一下吧，好吧？你要先说，没关系，我先说也可以。你先说，对对，多懂事啊，这孩子。我就一个一个说吧。先从我旁边的小玉姐姐开始说，简短一点。好，先从我旁边小玉姐姐开始说。我跟小玉姐姐好像是城堡里，就是在一个屋子里面住了很久之后才慢慢的熟悉。所以说其实小玉是一个看起来特别的，就是镜头面前很活泼，其实感觉私下还挺高冷，但是特别特别可爱，永远就感觉他只有3岁的样子，然后越比越可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小丸子们爱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太可爱了。然后 Rita 呢，这个没得说，希元姐姐就是太暖了，在我心里真的就是一座山，我感觉就是随时随地会照顾你的感觉，真的。九九呢，因为要简短所以我一人一句话了。九九呢，就是感觉我们两个一直特别像闺蜜，就是每次给人的感觉。我跟九九其实是第一批认识的超级女生，我们两个3月份就认识了，所以说其实我们之间相处了很长时间的过程，直到总决赛的那一场才开始 PK， 所以友谊可以见证，这些不需要多说。金金呢，那就更不用多说了，我金姐真的是我们城堡黑势力的第一代，然后跟她在一起总感觉是聊不完的话吧。
性格很投机，所以说他也像我的姐姐一样，每次都特别特别的照顾我，所以说非常感谢，因为可能年纪比较小，所以说非常非常感谢所有在超级女生在城堡带过的，在总决赛期间所有帮助我的宝宝们。对，有啊，真的，这个人在旁边默默的一句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是吗？还有你哥在这儿呢。对，还有哎呦，我们俩还想流个泪呢。对，没有没有，小芳那都不用说是吧，一个、哎、一个床上。好，话不多说，话不多说，二哥嘛，那是我哥。对，剩下的话我们一句话就够了，我是你哥。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小鱼姐姐，对，来给大家吐露一下心声，好不好？啊，就是我不怎么会说话，然后我就大概说一下。那你就打段 B-box 吧。方圆，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的音乐就变成这样了？因为你可爱呀、啊，太可爱了。方圆其实也是刚进城堡认识的，然后后来其实也是慢慢熟悉的。就是我觉得方圆嘛，就是年龄虽然很小，但是就是他外表看上去，你们看上去他很成熟很坚强，其实他并没有，就是他私下的真的很小女孩，很小孩，其实他也蛮幼稚的。你说我幼稚，其实他也很幼稚。你最幼稚。对，真的，你俩最幼稚。瑞塔就是，哎呦，一大波狗粮即将来袭啊！你干嘛那么深情？说呀，我在等呢。瑞塔就是，其实就很多在城堡里面镜头前面你们看不到，其实瑞塔很照顾我，真的，就是我跟他在一块儿吧，就是特别舒服，很，哎，你们懂的啊，你们懂的啊。特别舒服，你们懂就行了 啊！说不出来了是吧？没有没有，圈九虽然和圈九就是没有接触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圈九特别善良，尤其是对粉丝特别照顾，我觉得特别暖心，暖心那个 idol 啊，我在台上看到的呀，欢迎谢谢。然后晶晶，晶晶，我觉得是。就是我刚进城堡的时候，其实我性格很有点，就是很内向吧，然后也不太喜欢笑，但是他就是特别搞笑，然后就是一直逗我们啊，然后帮我带的也特别开朗，然后真的像亲姐姐一样，特别照顾我们，照顾我们每个人。非常感谢我们小玉用不多的话表达出了她满满的对所有宝宝的爱。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 Rita。 我也不怎么会说话，我也大概说一下。大家的语气怎么都这么低沉呢？好的，我们我觉得稍微快一点，欢快一点吧。对、啊、不用把节奏搞得。我觉得圆儿是那种，就是第一眼看起来觉得她是一个很孤独的小女生，但是就是跟她走近了就发现这个女生好可爱，就你会想要去跟她近接触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看到他那种表情啊，就好想啊、好像看婴儿的那种感觉，好想亲一口，就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圆儿是一个你需要主动去接近你的人，但是其实你内心是非常坚强的，但有一个内心深处绝对是那种很需要人保护的那种。小玉呢，小玉其实开始不怎么爱说话，后来王晶晶跟我在城堡里面由我们黄金玉混入了黑势力之后，好，小玉就开始释放自己了，然后她有时候还挺幼稚的，有时候呢又觉得哎你像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里面的小可爱啥啥的，你就喜欢看一些动画片，我就觉得怎么喜欢看这种东西，因为我看的都是恐怖片，然后小玉就是一个非常你们也懂的。对，好，九九，我饱了。九九其实外表呢可能有很多人会黑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他内心不是这样的，他内心真的有时候跟我很像，然后就是跟我们俩都双鱼座嘛，我们俩都双鱼座嘛，然后我能想到的他其实也能想到，但私底下还要跟我们讲课，
没有没有，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一起在蓝队的时候，其实玩的挺开心的。就是九九也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嗯，就需要，也是需要人去走近的那种。嗯，希望你们多多爱他，嗯，九九的粉丝们。好，然后晶晶，宝宝呀，宝宝，我俩见到就是这种状态。两个老宝宝。我第一次进城堡，我就只认识王晶晶跟张小玉，然后跟王晶晶可能更熟一些吧。我们俩一进去了，反正就是大聊特聊，我深更半夜聊到啊，每天早上被他聊的瑞他嘴唇那都紫了，每天早上被他熬到六七点，你知道吗？然后，晶晶就是那种挺会照顾你的，就是 你无时无刻就会觉得他在照顾你。虽然我在那个什么。我在你看这嘟起嘴了吧，我看这是我在方圆身上可能是我照顾别人，但是在晶晶面前就是感觉晶晶在照顾我们所有人。在城堡里面，晶晶就是黑势力，我们要是不满意啊，带着我们抗议；我们要是开心，嘿，带着我们跳 hiphop， 然后就是特别像一个大姐姐那种。不开心不如蹦迪嘛，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不如跳舞。对，那我们就请我们的九九言简意赅的来概括一下，好不好？好。言简意赅哦，宝宝。前面我已经第四个了，就被他们全都基本上说完了。对。圆儿的话，就像他说的，认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他是太萌了，你知道吗？像个小婴儿一样软软的，但是又很厉害，他真的唱得很棒很棒，实力太强了，在我心目中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位置。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内心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小公主，没有公主病的那种，就那句话说得特别好，没有公主病的真正的小公主，特别善良，然后也特别特别的友好。他真的可能有点慢热吧，但是接触了之后太喜欢他了。对，就用我们黄志烈老师的那句话，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特别好。对，哎，小芳，小芳人超好，超会照顾人的。怎么开始 Q 主持人了？超级我吓了一跳，看到他那个眼神，对不起，我错了，没有，来继续。下一个小玉姐姐，小玉姐叫什么？她是我的小玉姐姐。啊、好，小玉哥，好吧。小玉的话，其实在进城堡之前就有认识，虽然说不能说接触很多，但是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很神奇的人。就是你们可能叫她三岁，但是我觉得她的世界里面，因为很多东西是很直觉的反应，所以她这个人在台上也是非常直觉去专注于自己的作品的，包括平时的努力也好，我们看在眼里都觉得很受鼓舞。然后私下里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就是真的是好玩啊！我真的是很少遇见这样有直觉思维的人，真的。所以我还是很想听你经常说这个像什么，那个像什么，真的太可爱了，很可爱。这可爱不是萌，就是可爱，你知道吗？然后，这个也是双鱼。我跟你玩了那么多，然后你一句话就把全部都讲完了，也缺乏安全感。然后之前也是一起很疯的时候，然后其实可能不常被见到吧，但是我们两个私下聊的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因为要被催了，不然晶晶姐的时间不够了，所以要有再多话我到时候写长微博给你啊，等我淘汰了就写。然后晶晶，我是晶姐的迷妹，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我觉得她很萌，她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很甜美的很萌的女孩子，然后还是个小女孩，有时候经常照顾大家，然后有时候会开我玩笑，他可能觉得我只会看着他傻笑吧，但是我就觉得他做什么都很好看，然后很漂亮，然后在舞台上也是很霸气，就是啊，晶晶果然就是很好看的，每天都是这样子。 对，很好看，我也很爱他，我特别爱他的豆哥。对，好，接下来是我哥。对，啊，又是我儿子。对，今天就用所有在我身上的点，你们都用二哥是我哥这一句话来总结就好。好，接下来就有请老姐王晶晶。啊，我就简单点吧，方圆儿，其实你不要那么坚强，你撒娇的样子真的美爆了。然后其实，你很好，但是你太坚强了，坚强的我好心疼你有的时候。
然后你应该有你这个十六岁应该有的美好的感觉。方圆现在太成熟了，就是感觉让他承担了好多，我感觉他很累。其实你有的时候可以撒撒娇，你撒娇样子真的美爆了，真的。然后张小玉在我心里就是永远都是最好的，什么都好，最好。然后我的塔哥，其实你真的做自己就很好了，你什么样子都好看，你穿高跟鞋还是你不穿高跟鞋都超美超帅。我只希望你一定要去做自己，做你心目当中最想要的那个你。然后九，我感觉哎呀呀呀呀，这咋么的了这？说全球有大事儿，现在你们快点，你都懂了吧？放炮了又，然后这圈九不能说，一说就放炮啊。然后九，你好可爱，好可爱。然后私下呢又这么理智，就是我觉得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就私下做事就很理智，然后萌萌哒，很卡哇伊，我很爱这样的 girl。对。不用说我啊，千万不用说我。吴二哥永远是我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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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二弟。好的，好的，我要哭了。周金芳最好的银杏姐 ，I love you。为什么是这样的收尾？好的，其实我觉得吧，对，这一路下来，还是得很感谢我们的粉丝宝宝们，对不对？对，家人。我来说行不行？能不能让我来说？我他都说我是影像节了，伴着这么好看的烟花，让我给大家说一点总结，怎么样？好。童话的结局总是美好的，相信我们超级女生的结局会比童话故事里面的结局更加美好，更加动人。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这一路以来一直支持超级女生的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视，对。手机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其他的另外的三位宝宝，我们所有人一起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主题曲《想唱就唱之狂梦霓虹》，送给大家。So be super girl。以前就是陈宏远唱的。So be super girl。我的身子起伏着，真的笑，假的笑，爽的笑，哭的笑，跳舞假上演着。唱歌前告诉你最原始的我，挑自己闪耀光圈的脉搏，我的心兑现给自己的承诺。和爱人和世界唱我们的歌，他是他挡不了的风情万种，你有你记录谁沉默的感动，我为我用动最强的节奏点燃我梦霓虹，我们就要时尚唱就唱，敢做敢为敢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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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超级可爱的加持式赞助，由美的与众不同的超八优质科技潮品荣耀八手机自研播出，由演好不藏美到让你飞起来的专用卸妆水原装进口花艺式妆水合作赞助，感谢2016超级女生清凉伴侣超美味的蒙牛随便随心果，感谢全球音乐家御用耳机威士顿助力超级女生梦想之一，谢谢大家，来让我们一起合影好吗？粉丝宝宝们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合个影，我们要举行逃跑了。